今天午饭吃锅贴和老鸭麻油粉丝汤，胡小七家的二两锅贴八个。这是老鸭杂汤，里面只有蒸干和汤，香菜和葱到里面。因为有八个锅贴，所以特意选的不加粉丝款。外卖的锅贴又是纸盒装，破皮难免。肉眼可见有汁水，好吃好吃。嘿嘿嘿，猜猜我又买了啥？是梅林牌的午餐肉，红红火火的包装，是兔年限定款，去年十二月生产，保质期三年。个人反正独爱梅林午餐肉的味道，家中常备。买了两只洗面奶，这个牌子也是第一次尝试，某音直播间买的，说是氨基酸洁颜，49块钱两只，我就买了试试看，还送两天面膜，试过了补水还不错，打泡网没啥用，小洗面奶不错，后续旅游用。